的地方。快点撒完了，快回收，我们还要再撒一次啊、哦！快点，快点！回收好没有？这好像活动结束了哈、哦。好像快结束。我们先去捡油桐花吧。哇，今天水比较多哦。来，帮爸爸，爸爸抱妹妹，泥巴对不对？来，这样。漫步过河，妈妈不需要吧？妈妈想走我的路。你们要做什么？看一下最漂亮的、哦、啊这个很神奇，那个我们老师就是这样子，这边没有下雨对不对？快点撒完了，快回收，我们还要再撒一次哦。快点，快点。回收好没有？啊、哦，妹妹好可爱。上有一个。会跟哥兄弟团。妹妹肚子饿了吗？肚子饿了，我们来去喂鱼好不好？蝴蝶在室内有人走。要靠近哪里喂？这里吗？这里比较深，来这里喂好了。哦，这里好多鱼，快点。有吗？有吗？对，都在吃的，对对。他们吃太快了，对不对？妈妈在丢那油桐花旁边，最远那一个。对，那那边也可以，平台到那里都可以拍得到。太远了，太近了。哎，对，妈妈这里。对对对。我是一颗超小知了，知了来喽！你们，那个知了来喽！他这里，特写特写，准备，好，准备，准备，哈哈，特写，好，大家看。
哈哈哈哈哈！好。